因为有时候他带着一包那个白粉上了，在机场被查到了，对。你看这一干呢，他就是和那个道理一样，就携带方便。你看他全世界旅行，到各个攀岩馆去攀岩，老是随身携带一包白粉，总是引起很多的关注。来，手上抹一点。同期在线已经好几千人了啊，路过已经好几万人了啊。好，那这么一点点就够吗？不够，每次都抹。哦，他不，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嘛。液体眉粉，刚才那你再给我倒点呗。打一个粉底。你那么小气，又不是你的，是王石的。用，拼命用，来。拼命用。嗯。多来费用是吧？要不脸还抹的？你抹吧。他这个你看，他一干就是，还没干一干的就是这样的，和你那个粉底是一样的道理，对。行，那看。那我们先看一条简单的嘛。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条，咱们先从这个角度比较小的脚也这个。啊，这是最难的，对吧？那是。对，那两条难度最难。不是，那是容易。我觉得王总先给大家介绍什么是抱石吧。好。对，我。那不抱着石头。这个发言权。刚才我们讲说抱着石头嘛。就不需要系安全带，不需要安全绳。对，它那个攀岩两种，我们看到这边来讲呢，都有那个安全绳、安全带比较高。这就叫攀岩，稍微忍一忍吧。一般这是攀岩，我们今天主要来讲，可能后边也有攀岩，前面来讲就是抱石。对，抱石来讲呢，像一般的高度的，前面都是抱石啊。哎，你看这个就是抱石，它就是这个呢不超过四米，这不超过四米，下面有垫子来讲，它就是基本来讲就是从上面你摔下来的，脱落下来直接有垫子。像那个有垫子高度也不行，所以一般的攀岩来讲是两种。上次老于来主要是攀了一线路，但今天大家给你介绍一下抱石，就抱石是难度比攀岩还要高一点，但是各有乐趣。这不同颜色的石头。所以说今天你只能出彩，因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你没攀过。你还不如抱人算了，抱人更方便一点。那我们直播间就被永久关闭了。来，我们先看一条线吧。我们先来这个第一条，这个绿色的这一条线。这块的岩壁角度比较大，但是整个的这条线路的支点也实际第一个来讲，就是是不是先学会摔啊？于老师上回摔的已经很好了，啊，就有学过这个摔是吧？那行，明白了。我们摔下来的时候，最好用肩单侧肩着地化解这个，但是不会爬那么高，卸这个劲儿，不要用手去撑垫子。然后这条线呢，就是它的整个的支点相对来说比较多，然后看起来比较复杂。我给你讲一下吧，就是两个手从这儿起步，双手从这个绿点起步，脚点一个放在这个上面，一个放在这个上面，这是它有个起步姿势，最后结束呢，应该抓到最上面那个绿点带红条的，然后这中间的这些绿点都可以利用，这边的绿点也能用，这个绿点能用吗？我都忘了，都用，都有，可以，这些绿点，这绿点都可以用。然后我们的结束点是贴了一个紫色的胶布。王老师先来示范一下，好，你们坐吧，我鼓掌。这条你一定能做。好，王老师先来示范。我来示范。你们坐，我鼓掌。不是鼓掌。你太厉害了。好像动作做错了，没错啊，一点都没错。这不已经上去了吗？这个双手够到。对。好，我们于老师，我们双手抓到最后一个贴有紫色胶布的结束点，双手控制重心，我来做一次示范，完成。来做做。就不要指望我了。漂亮，漂亮！牛啊！就是老于，你在交叉两个脚的时候，两个脚内扣一下，它这样可以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周总下来的时候，手不要撑垫子。我没啥希望。试一下。我们刚才先练过一下。好，好。还很好，把右脚换脚，对，不踩下面，换换换的，
不不，可以换一下脚，换到左脚那个位置上，把左脚换出来。对对 对, 对，非常好。然后过右手，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然后好，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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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错不错，很好。不行，倒的不行。于老师身体的这种状态，这种延感非常好，非常好。这个脚，你要把这个脚再打开，踩到这个点上，已经没力气了。你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你刚才动了，就平时本能爬就很好。你刚才手不是抓着上面那两个之后啊，一个脚上，一个脚上，一个脚上这个，一个脚上，对，上这个大的支点。算了。哎。很好。非常好。哎呦，非常好。你右上右脚，上右脚，右脚踩高，再高一点，还是不行。哎呀，可以，很好了，没戏，已经是跨点去蹬，都抓到了。啊，于老师，你可以抹点眉粉。对，我已经没力气了，所以手放松一下。对，然后这个点可以用一下。你是这样，你跨过一个点，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你现在是不是这样吗？胳膊伸直，把重心往这边移过来的时候，手就勾着这个了。然后呢，把脚挪过来。这样两个脚支撑住之后呢，这个手就放松了，就可以扣住这儿，然后把脚收回来，这个脚上去，然后够到它，然后两个脚支撑，我就够到这个，周总是上的很漂亮，周总的教学也很到位，要不再试一下，没戏。就不要指望我了。重心往左边移，伸出左手，哎，对，把腿换过来，把腿伸出去，对，然后对对对对，非常好，再把脚收回来，别拉引体向上，上右脚，再上高一点，再上高，再上高，再上高一点，右脚再上高，对，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左脚打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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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部，对。再对，非常好。好，再右脚上高，左脚再上高的。左脚再上高一步，对。右脚再上高的。哎，非常好。双手。非常好，终于成功了。双手。双手碰一下，就算结束了。对对，那稳稳当当，不是碰一下。好。非常好啊，怎么样？最终上去了，算了，不玩了。哎，不，你看这。今天你已经完成一半了，跟你设计两条路线，给你就两条，一条路线就行了。这个是两条路线，这个你已经完成一半，没想到。算了，非常棒。你别算什么的，哪个算的？说这不能算的。干嘛要玩黑的呀？哎，不，那个这个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的，这个不是你的。黑的我玩不来。那我们第二条线吧。我们第二条来爬一下，看一下这个。要不让于老师休息会儿？那休息，于老师可以休息。你们先玩，你过来看看王石的笑话。完全没体能了。好，哎呀，第二条这个岩壁的角度相对来说比较小，然后整个线路的风格就是是一个平衡的一个。我认为这个难度很难，王石好像做成了，但是我还没有做成。然后我们也是来试一下这个绿色的这一条线路。你第一个，我第一个，我来吧，我先来，你先来，我先来。你做成了，给我多大的压力啊？嗯，那不，你先来。你来的，我不给你压力是吧？你来。我试一试啊，是，你看你就第一步是很顺的啊。我先说，有可能做不成，观众们不要失望哈。上去，对，右手上。对，撑着，左脚再往上上，成了，太牛了，好。这个对于老师是难一点，这个我上不去。哎，我做成了，我做成了，点太是吧？你看很顺。您看，就是因为这个岩壁角度比较小，所以它的整个支点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我要抢在王石前面做，他做成了之后，我这个人吧，就是赛场素质太差。心里，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老于。
虽然你不爬，你可以点评一下，像总教练一样。对，跟王石这个换脚动作像芭蕾一样哈。哎，那个岩壁可以踩吗？岩壁，那右边的岩壁是可以踩的，因为没有贴胶布。王总这边怎么处理？哎，没事。好 ，OK。太棒了。好。你看这，因为手不能撑着。对。王总的这个下落落垫子的姿势非常专业，是吧，周总？就是我没信。这个不行，这个敏红这个。这个你可能。不是给敏红那条路线，不要。敏红，这是你的，给你这条路线。黄的。老师试一下这个黄色。黄的，黄的，黄的，这个，这个。这个手都没地方扣啊。是是，不是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对。这个是给。因为这个。对。半专业路线。因为这个支点比较小，可能容易受伤。敏红，这个是黄的，黄的给你设计一下这个黄色的表黄的不难，我给你预盘。不是不难，绕一盘吗？就四个起步点对吧？对，好。对。好。摄像机啊。你看，哎呀，于老师的身手还是很矫健，很显然就。双手，所以你还说不玩了？你说吧。双手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双手合在这个绿色的，这个黄色上面。好 ，OK。下来要慢一点。下来慢一点。下来可以退下来，慢慢的退下来。左手，左手往下放。好。好。好。放这儿是。这可以左手往下放。对。好。不错，给于老师鼓掌。对，你看。这个不难啊！现在关注于老师，赶快当他的粉丝，赶快记得关注我和王石，当我们的粉丝。对，哎呀，你们老油条了。还有第三条路线吧？第三条路线，咱们也是看一下这个边上这条蓝色的这个平衡的线路。哎呀，我看看，现在你们有多少人在上面啊？王石，我们俩都掉来过啊。那我现在还得掉。来，哎，我觉得我说你拿脚踩到这个是行不行？好，我来。你来先试一下。我先来给你。这个原点是双手从这儿起步，然后双脚从这儿起步，对，应该是。脚是这两个起就可以，然后双手在这儿。老于，你来看一下这个。刘老师，这条线是比较有意思的，您可以过来看一眼。现在快20000人同期在线了。哎呦，漂亮啊！这个也是难得很啊。这条就是相对来说比那条要简单一些，它是这个是要踩这儿是吧？先换脚，先右脚并过去，比较有意思。那左脚上尝试一下，对。完了，问题怎么跨到那边去呢？你看现在，然后踩起来，左腿要需要蹬起来，然后蹬起来以后，右脚才能抬起来。踩这儿是吧？对 对。然后左手换手，左手扣那个小点，把身子蹲下去，降低重心。这时候王石像一条壁虎一样，这个趴在岩壁上嘛，把脚再，对，然后我觉得，然后爬这脚还能够劈叉，能劈开吗？身体是一个放松的状态。这脚确实劈叉劈不开啊，因为右脚在受力，所以再想出右脚的话是比较困难的。那就一把就到，如果到位就到位了，对吧？现在是可以把这个右腿蹬起来，然后左脚离开。我也到这步动不了了。王总放松一点，右腿蹬直。那实际最后脚托的时候，跨度太大了。跨度太大，右脚是受力，然后左脚托盘的时候是可以在上面保持这个这种状态的。这个跨度太大了。哎，我都忘了，刚是交叉脚吧？是这样，是这样。你第一次做的很顺利，就迈过去了。对对对对，非常好。你这个第一次做的非常好。我怎么突然忘了怎么做？你现在有点就不要那突然猛蹬过去。对，你看，哎呀，非常漂亮。你第一次做的就是那样，哎，就接近上去了。
非常好，非常好。对了，牛逼了。我现在脚能蹬过去吗？现在的右脚蹬的非常好，踩的不是太好。对，现在的位置还可以。啊，不行不行，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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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要踩那个上去。啊，那个踩不到。这个对于您来说可能有点远，就踩这个小的就可以。我踩不到吗？还差一点。哎呀，可现在先暂时失败了。这个跟我没关系，太难了这个。我再来看，哎，我行，我肯定连离。试一下，只要你蹬和你就有关系。应该是先踩这个，好像对。对，我们用脚尖踩点，于老师。对，然后进行一个交叉脚起步，然后靠身体的这个。这样吗？对，然后右脚也是脚尖。右脚踩脚 尖，靠身体的重心的惯性，然后去迈出左腿去踩那个蓝色的点。来，等一下啊，试一下。不要太快啊，就这样悠过去。非常好。哎，对，不行不行。腰要顶住，腰要顶住，有教练在顶着你呢，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对，这老于的大长腿的优势可以发挥了。对，右脚完全不可能拉不住，就是右脚在左脚的位置上，左脚的脚跟要立起来。对，弄不住，算了，没关系，你下面踩的好点也没问题。哎，这条线我先放一放吧。这个不换，来，王石要再试一下，我再来试一下。来，这个不行，这太高难度了。哎呀，我的脚挤得难受吧。你现在弓得太厉害了，一会儿爬线的时候再穿，你现在可以光脚。那先休息一下，我来专门给你们搞直播，你们爬啊，我认输。那你在旁边解说啊。好几万人在上面同步。好，王石成功的跨过来了。于老师这种这个对鞋的这种状态，看跟周总以前是很像的。对，这个鞋要啊挤啊有个挤脚的过程。有过期饮料吗？不是。现在一会儿我晚点喝吧。你现在要就喝吗？我这有水啊。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讲个老于的笑话。嗯。这老于有一次去拔，我跟我一块去看牙医哈、啊。嗯。去拔牙，他特别怕疼。老于也很 nice， 啊，有希望。后来医生递给他一杯 whisky， 老于喝完了以后就咆哮着说：“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的牙。”王总，左手不要过去，左手不要过去，左手就抓这个左边这个小的，对，然后把右腿蹬起来，右腿受力，蹬起来，左腿离开。问题是站起来，右腿把自己的这个身体蹬起来。但是他容易，我就放松一点。啊，左手没有，还是没有。这个右腿不行，右腿，他就是这个开门了。哦，我知道了。他教练做的时候，他不是，他有一个这个手往这边够的动作，这个脚踩着，把重心放在右腿上，再把脚过来。但是要把重心往上站，把重心站上去，然后右脚拿开，然后做一个交叉脚。非常好，你看这个动作做得非常漂亮，比我做得好。手上忘抹粉了，哎呀，不行了。我们先来进行下一条线的尝试。对，下条线一会儿结束可以再回来试一下。这个难度太高了，身体还没拉开呢。再做这个黄线是吧？下一条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黄色的这条线。啊。然后这条线呢，整个支点相对数量来说，就是一看是比较少的，所以周总、谁先做？王总，你先做。看看我先做。好。这个是那三个大黄块没关系可能是吧。有，你没做过这条线路吧？我没有。那我先给你做一遍示范。哎呦，好的胆。好像哎是这样，双手起步，哎，够着，这有两个抓点，换脚。哎呀，起来，啊，做的还挺漂亮的，是吧？重心过得非常好，还挺牛。看最后一步，挂了个脚。哎呀，挂脚，好棒！好，一把 ，OK。哎
哎呀，一把呀，难怪是胸有成竹啊。对，我练了。你昨天偷练了是吧？你来之前我偷练了，我把教练的视频看了几十遍。哎、这个是吧？双脚点，这两颗点。好，这边来，来这个。然后挂脚。挂脚。啊，脚先换过来，脚先换过来，再挂脚。好嘞，好嘞。有个双挂脚动作。好，这个老于可能来不了，我也玩不了，这都是高难度的。我只适合小孩玩的。对，你主要应该来跟我们一块来练，我们一周练两次到三次，要一周练个一两次，练个两个月可能就差不多了。于老师上回去爬了这条黄色的，也没爬到底。对，然后没你直接就过了。今天可以再试一下。直接就过了。那个红可以啊，你中间省掉了一块。啊，可以用一个别的颜色，但是对，最好是不错不错，来亲用这个一个颜色的，然后再尝试。是省了一个点，不过你那个示范非常重要。你也爬完了是吧？对，你要试一个。我这个没戏。于老师说可以想挑战一下这个黄色的。咱不是那一会儿爬岩道，总要先把报纸爬完吧。这个是给于了，于老师上这个，对上安全带，上安全带是，你上安全带的比较合适，因为这个东西之前没有。这个你直接试试，双手从这儿挂起来。对，双手勾到这儿，左脚踩到这儿，右脚倒上来。不是我，那不行，他那个鞋都没穿，那不行，没戏。倒挂对我来说现在还为时过长啊！那这样让于老师攀那个，那我们爬这条蓝色的。现在看哪条了？蓝色的。咱们爬这个周总边这个蓝色的这条线。好。那我也先做一下示范吧。哎呀，我这些我都爬过了。不是，但是有先锋攀的，咱们在后边就比较容易做。这个双手起步，左右两个脚点。然后就连续往这儿移动，这三个造型上的点都是可以利用的。来，是左脚一个，右脚一个，这个对对对，从这儿进去是吧？对。哎，我也忘了怎么爬了。哎，一气呵成，一气呵成。没有掉下来了，我忘了那块，应该我攀到，动作对的。你稍微休息一会儿，咱看完这个周总和王总爬完这条线，对，让他爬。我就尽可能休息。这不能挂是吧？这个对，就是蹬，对吧？这个发力就反了，周总。现在把脚换过来。啊，右脚换过来，左脚打开一个侧身就能抓到这边了。左手右手啊，你刚才上高了，他还是上高了。上高了以后，你刚才上高了，顶着。你刚才这整个动作呢，没错，你上高了，应该踩到这儿挂那儿，完了再上。你先来一次。好。我没挡着镜头吧？换脚，过脚，对，两个手抓一个钉啊，交叉手也可以。换脚，过手，哎，再过手，再上右手，对。直接上右脚，上右脚，对，上右脚侧身，正身一顶过去就可以，侧身也可以，是上右脚上左脚？哎，右脚这儿就够了，
太棒了，已经过去。哎，为什么你就这样可以，我就这样不行呢？好 ，OK， 牛，惭愧啊，王石做成了，我又没做成。你是故意做不成？没有没有，给我压力小一点。我再来重做一次。哎，刚才他动作做对了，做错了？是那个舵和好多种动作，相对来说比较费力。靠就是如果我在这点呢，在这点我应该是侧身往这边还是侧身往这边？如果是踩这个点的话，就是重心一顶就能抓住这个。如果上脚的话，会比较消耗左手的这个力量，需要锁。就我手抓到这个是往上，然后正身右脚用力伸右手就够到了，对是吧？对对。等我一会儿，我再蹬一遍这个。我是做的是一种比较蛮力的做法，相对费力。是是，那是，那就不对了。我如何来讲是省力。交叉手做不成，哎，在这儿对吧？对，直接蹬起来走。啊，这个动作，王总，你看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省劲。是是是是，当然。放松一点，周总。非常好，非常好。哎，很棒。咱们中间稍微调整休息一下，看于老师爬一趟这个黄色的难度。好，来，看这个啊，人家看最难度的才出场。不看了，给念一下就行了。啥？对。三万人在上面呢啊！你的平台很火爆现在。好，于老师要爬这个黄色的线路。好，可以了啊，可以了。下来，于老师下来的时候，有挺长时间没爬了。下来的时候，我怕您忘了，再跟您说一下，不要抓，咱们不抓这个扁带啊，然后坐到安全带上，然后腿去蹬岩壁。哎，上次于老师爬这黄色的爬成了吗？没爬成。那教练指导一下。周总现在这个不行不行，我现在指导这个教练的能力很高，可以给于老师说一下动作。你给他指导一下。对，您指导一下。右手撑一下这个，左脚给踩高一点。左腿蹬的时候，右手撑在这个点上。对对，左腿再踩高点，然后先上右腿，先不要急着去够右手。先站起来，先不要急着够。可以，两个手可以，然后把左腿蹬直。对对对，右腿就上去了。对了对了，好，我终于移到右边来，右手就够到了。非常好非常好啊，很好。你不是你这个左脚往上蹬，不着急出手，不着急出手，左脚往上蹬，左脚踩到，好，右脚踩高，左腿蹬起来，非常好啊！现在做的动作都非常好，不着急可以休息一下，你这个位置休息一下，缓一缓。你两个脚膝盖内扭一点，可以把自己撑一下。对，休息一下。我现在正在。现在可以上一下左脚。我们还剩黑的线路对吧？啊，蓝的确实难做。左手可以过来抓这个。哎，漂亮，漂亮，漂亮。哦，右脚踩。于老师是靠他超人的指力和惊人的臂力把自己固定在岩壁上的。哎呀，于老师整个这种攀爬的感觉都非常好。于老师右肘那个可以反着抓，右手那个比较大，右肘不用了，蹬起来直接出右手抓这个，这个很大。对，右脚蹬上去，右脚踩好，右脚用力，右脚踩得非常好，右脚蹬上去，坚持，休息一下，不行了，休息一下，可以抓别的人，休息调整一下。我们这有一个人在上面挂了一个多小时都没下来。还是左手抓这个，左手抓这个，对，右脚一用力把自己就蹬起来了。
漂亮。哎呦，三分之二了，还是没抓住。很比上回高了。对，很好了。其实休息一下，很快就到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会儿，休息。擦伤了吗？没有，没事。休息一会儿再来。对，行。其实你别看于老师嘴上说不行不行，其实我觉得企业家都是有种不服输的精神的。对，还差最后一步，很有拼劲儿，是很有拼劲。你这你擦得到那一步，只要蹬起来就对你就很简单了。对，你要用脚用力，而不是用手去做。我想去踩那个红的，但是没敢踩。它是这样，实际道上来讲，红的你踩也没关系，对，因为咱们来讲呢，就是没上去。你若是它新的日本的训练方法，不是，那我们不但讲究说你必须按原路线，你旁边有路线，你跟着旁边，它也不叫投机，这样你有体会，到那儿不行，知道那个动作体验一下，对，动作体验一下。我们还剩一条岩道没完成，一条岩道没做，还有两个岩道，红的还爬吗？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时间，看看状态，咱们先。是爬黑的吧？这条，对，黑的是今天最难的一条岩道。要不我先来吧？要不那老是让这个红衣在前面来做，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先休息一会儿，你们先玩啊。好。双手，这个双手起步对，然后这个脚是，和这个。于老师，出手先抓了他，是，一点点，没事，没事，不用不用，就那么一小。于老师休息的时候来，我们做一个拉伸。啊，没事。哎呦，已经被拉开了，我觉得。然后可以甩一下这个胳膊，然后进行一个放松，这样恢复会快。上左脚，上左脚。不是不用。很轻松啊。挂脚挂得非常到位。对。这王石给我巨大的压力。OK。省了一个点。对，还节省了难度。你可以啊，你这个老夫聊发少年狂。不是，刚才也很不好意思，我这攀的时间比较长啊，就按说长时间来，我这水平是比较低的。好了，好，非常好。今天状态都非常好。哎，那是，太厉害了。是啊，主要有于老师的这种助阵嘛。最后一条线，这条线我也没爬过，我可能不一定爬得过去。你们爬点高的吧，让网友们看看。还有一个，还有最后一条，然后这条爬完了，咱们一会儿再来一个，难度线的一个攀爬。咱们这个还没完成呢，这还这就算了吧。我觉得我就放弃了。你要一会儿可以再试一下。来这个红的，咱们一会儿看。红的好像是难度，我看了视频，不是双手起步，双脚，然后最后结束点在这儿。啊，这好像这几个红焦点都可以用。对，所有的红的红色的支点全是。要我先爬一下，给你示范一下。好，好，但我可能会掉的。啊，放松，放松，最后爬的那个结束。哎呀，不一定每条线都会成功。大家都在问今天还有没有过期饮料。哎呀，中文的右腿膝盖，对，漂亮。哎呀，哦，明白了，就是这个拧，就是这个拧。过了，哎，太不行了，这是倒挂了，变成猴子了。
不是到这儿了之后呢，是这个倒扣，可以扶一下，扶一下，然后把重心用利用这个脚点把重心顶过来，然后抓到接触点，左手再过来掏这个，脚打开。你先爬，你先爬一下，我们再研讨一下。好。这两个都是吧？对。感觉周总的体力有点下降了。啊，体力严重下降。这东西两下三下就没力气了。主要是来之前在那儿苦练了半天。不是，还是下面那个双手起步，下面那个大的。这两双，这个是吧？对，手也是，对手也可以这样。右脚可以抬高点，再撇。对，扭进来。好，左脚的脚点可以踩在左边。这个吗？这边。哦。是不是应该两个手？把右脚先提上来。王石的臂力还是很惊人的。对，他的现在全靠两个胳膊。我就手没力气啊，手臂从来没练过。他怎么做成的我也不知道。哦，他那换脚，看那个换脚，这个脚点非常小。我先躲开，省得他夹到我。好 ，OK。太棒了！哎呀。哎呀，稍微有点扭，有点小难度，是吧？今天王石 number one。周总，我建议您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下，对，休息。我的胳膊已经开始发胀了。哎呀，是，对，那边有点上，一定要有点那个小技巧，不计较那个撑的，非常费力。对。三个老头爬墙头。三个老头爬墙头。因为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难度，周总上回。这个绿色的线是差最后一步没有。哎，上次我已经征服这条线了。说今天让你再展示一下，放视频就好了。然后于老师准备休息好了，我们就可以再试一下。那王石准备今天要算，因为马上就要完成，跟着你排，最后的三个点就完成了。这就是我的弱项了，这个难，对我来说，我还不如爬个容易。但是我占你太多便宜。这条线我爬了几十次，那么爬了有没有50次，也有40次，那就是得平，咱们就平衡了嘛。观众有什么反馈啊？是观众要求俞敏洪做个鲤鱼打挺啊？观众强烈要求你提供过期饮料，没啥。那还没到点儿，我今天给你炖了汤，对吧？观众是不是要求我们王石来个后空翻什么之类的？对，问题是在，关键还是这条路线，你再来试一下。是，我就不，我再来试一下。休息好了吗，于老师？还得抹点粉，已经没力气了。还有啥不好的？因为王石的眉粉。你这个粉的附着效果好。这块。时间长。右脚。是吧？踩稳一点，用脚尖踩。大拇指上可以抹一下。如果您用这个足弓这一块是很难发力的，然后用脚尖踩好，然后腿蹬起来发力，直接进右手，这个很。一发力，直接手就拉上去了，是吧？对，然后抓着它，然后再一上脚，就很好，就完成了。不容易。没问题。等一下，我这鞋没穿。我都忘了。你犹豫了啊，不要太忙，但是你又犹豫了，是吧？对，就是中间就是一上去站起来就这样过，对了，非常漂亮。
周总这个要完成。站起来，站不起来，这不站起来不行。动作是对的，我站起来就你左脚一离开就开门。我动不了。是啊，就是你。右腿往起站。对，然后左腿慢慢离开。我左腿离不开，能踢原地吗？还真没力气了。对，一离开就开门。还是这块还是没有处理好。处理不好。这个太难了，啊，咋没力气了？就试一下。放弃了。这个太难了，太变态了，这个线路设计。我跟您说，这个怎么上？这个完全是我们的教练为了表现他在岩壁上的平衡能力设计的。嗯。您刚才那个平衡的动作做得非常好。嗯。你们一会儿仔细观察，练攀岩的教练，特别练得比较久了，像潘教练，他们练了20年，他们都达到了双手过膝的标准。所以他们的手比较长。这个，上面于老师。现在观众是看。我上看。你还是，啊，你要是慢慢的过、啊。右脚可以抬到这个上面。这一下子过还比较简单。左脚好，可以。你手都抠到那个。哎呀，我操！左脚不用上很高，借一个力气。好，手抠了那个洞里，右手抠了那个洞里，对对对，那个能用上点力。左脚呢？抬高一个。然后把重心，能不能单腿站起来？左脚抬高一个，左脚。我知道了，就是右腿能单腿站起来。哎，他开门啊。不是，你不应该急着挪脚，你应该用右脚单腿站起来，行不行？我这不是就是力图右脚站起来吗？所以，他就是左脚离开了就开门。我们的平衡能力还是弱。是还是弱。理论上他是这样，右脚在这上面单脚站起来之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右脚应该尽量往前踩。好，右脚踩好。抬起来之后，脚尖对好。这个脚悬空再来够，而不是直接够。我的剑红的。蹬起来，去抓这个黄色的。看看老于，快，跟不下了，我就差一步，就差这一步。左脚先踩一下这个，左脚先踩一下这红色的。对你踩红的，左脚踩红的，这没关系。踩红的肯定行啊，但是踩红的不就？不，那他这来训练嘛，你就心里有数了。对了，对，对，再踩那个黄的。啊，踩不动了，晃的。右脚踩高，上右脚，上一下，右脚再上一下，右脚上就够着了。对，左脚过来，然后换脚，可以再把右脚拿上来。哎，很好，左脚打开。老于这个动作很专业，你看没有人教他，他无师自通。好，把那个铃铛晃一下。这都红的了，不行。哎，没关系，这算是违规了。什么地方？那再爬一次。好了。太违规了。啊，这也不叫违规。给我评，这是中间真的时候，当然不能算完成，但这至少你上去了，下面就有数了。不行，不接红的根本上不去。可以，来，祝贺一下。作弊了，没问题。他不叫作弊，就是个作弊了。公开的那就不叫作弊，就是说还没完成，但是整个你知道在下边再往上下边的路线你知道了。完全作弊。什么叫作弊呢？就是说你说我没彩虹的，实际彩虹的，这不叫作弊。他是这样啊，现在日本的训练方法呢，就我们不是专业队员，就日本的训练方法现在来讲，就是说，就是你脚法踩的时候，到最后是可以有其他路线你也可以踩，啊，就你如何就是，但并不等于说就完成了，这样来训练你对更有体会，因为原来你不知道上面怎么样。那休息一会儿吧，胳膊也胀了，我不一定爬得动了。不会，周总一会儿要爬。可以，我好久没爬了。万一又掉下来怎么办？掉下来就掉下来，不要有偶像包袱。对。现在怎么就是平衡不行啊？我们来讲就是在这这样过，他站不起来，一站起来就开门。平衡线这个支点的摩擦力很重要。来，我给你来表演一下。
不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的，这个脚要站在这个上面的时候，用右脚把它身体撑起来，对吧？对，重心过到右边，然后右腿要站。你给大家演示一下呢。我换鞋。你不换鞋都能做？你别让这教练在这儿，这种意外的工伤就不值得了。哎呀，一会儿但是最后这个踩的脚点是不是有点位？上次我爬那个绿线失败，站不起来。咱们要用脚尖，后来我又把它攻克。脚尖，对，脚尖爬，我现在能爬。脚跟不要，那就爬吧。那今天我知道。过于这个和岩壁平行，稍微往外一点，然后这样过重心，然后站起来，把重心往上站。你看王石不屈不挠，不舍。不气的就要跟这个线搏斗。他脚长是不是脚可以踩到那右边去？我踩过去的话就是。右手换手，左手换手，右手好过重心，好，右腿往上站，起重心，先不要急着想着左脚，膝盖不要冲里，膝盖往右，对，右脚把身体重心撑起来。网友拼命在喊王石老师加油啊！你掉下来了，哎，好好好好，你太急着动脚了，你就先把右脚撑起来就行。你想想是不是？但我实际上站在上我就撑不动了。问题他就是撑不住。撑得住吗？撑不住是吧？撑不住。又来一次啊！所以这个把这个屡败屡战的这个精神体现的淋漓尽致。哎，你已经可以站住了。你现在就试用右脚金鸡独立的思路，把重心移到右脚上来。王总试一下，把右脚直接踩到这个点上，试一下，因为这个鞋这双鞋比较软。那这时候重心要回左边是吧？对。好好好，再往上一点。好，然后现在看能不能把左脚离开，左脚能并过来，好极了，好极了。好，然后哇，稳住，有志者事竟成啊！从上面绕过去，对。哎呀，王石又做成一条，成了，成了。OK， 太棒了。对，直接跨过来了，还比那个容易一些。哎呀，这就是企业家精神，看。哎呀，对。王石太刺激我了，我忘记了，不是你该休息了吧？好，今天这是从国外回来，这今天有点小突破，对，就是这个时代，再往前跨一下，很棒，是，哎呀，这就是对，你看他这个跨的比我漂亮多，比较是，他是很对，很流畅，嗯，是，他每天都在这练啊。扛不住他这么练呢。对了，是周总也是在平时训练里就是非常刻苦，没事老是。哎呀，我的胳膊不如王石的胳膊长。不是你没有，你看你左手没拉直。对了，你左手拉直没问题的。哎呀，周总放松一点，在这个角度太紧张，对，要放松一点。这个角度，我现在重心到右脚上了。对，重心要过到右脚，左，不要太依赖手。我右脚动不了了，怎么办？王石，你刚才怎么把脚挪过去的？不是，我左脚，因为我刚才说重心是在左脚上的。我现在重心回不去了啊。嗯，那就是。对，因为身高不一样，这个你吃亏，这你吃亏。再过脚的话，对您来说会比较困难。对，右腿您就直接右腿蹬起来，蹬直。对，右腿蹬起来，左脚慢慢离开，重心过到右腿。左手松吗？左手不松。左手把左脚离开。在哪儿？
这样会甩的比较厉害。对。喂，他这个吃亏了，吃亏了，是吧？不行。好，我那个方法，哎，站个高点的便宜。哎，我的脚怎么过不去啊？因为身高，身高是差异。哎，我觉得我比王石个子高嘛。当然。我视觉效果看我跟岳云差不多高。嗯，不行，这个输给王石了，这个我要再苦练。要不我再给你做一遍？可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嗯，你跨过去那一步可以向我学一下。哎呀，说的这个真是惭愧了。让你的动作趋近完美吗？你看身体这么多，就身体从外往里扑，你的身体从外往里倒，可是靠在墙上的。哎，很好很好很好。对了对，哎，我是应该早点在中心还没有移到右边去换腿啊。不用，刚才您直接就是把重心过来，我就动不了了。刚才脚踩的不是特别好，脚应该踩到哪里？脚尖，然后脚跟的这个方向很重要。脚跟有点，就是整个是脚跟岩壁太平行了，而且整踩的位置不是特别好。哎，我就踩不过去。哎，腿长啊，都已经就是撑的就比较开了，所以这个动作不太，相对来说不太适合你。不能双手吧？不用双手，你这是右脚还好，左脚太小点。我认为这跟臂长有关系，我的臂长不够了。放松一点，现在左脚踩得太牛了。哎，不错不错不错，我不跟你 PK 了。周总休息一下，来，我起步也有点排趟这个绿线，借鉴周总的了。原来是顺畅点的啊，过那一步，当然就那一步不敢迈，慢慢蹭过去的。看周总的是确实很顺畅，擦就过去了。要放松一点，就。是。那王总，一会儿咱们也试一下这个难度的这个蓝色的这条线。嗯，蓝线还是绿线？您来绿线，然后那王石也应该来绿线。行，我也来绿线。他的水平比我高啊！我这个穿一下安全带，这个攀难度线我就不如你了。哎，老于，我们爬条难度线就结束了。我看着。就给喝你们的难度，我完全没希望。哎呀，但是里面最难的那个红线我还是没爬成。哪个？你说这个是吧？嗯。红的这个有人爬上去过吗？有，教练。要不再先放松一下。王总要爬绿色的，可以啊，反正我跟着周总嘛。等一下，我要把绿色的动作温习一下。你要爬哪个？爬那个黄色？不是，我要练习一下这个。
好，我把这个动作温习一下。这个动作就是。就是上面比较难，一个难点啊，你可以现在底下练一下，等于是给它复原了一下，嗯，好，哪几个点是？这个黑色的两个，哦，然后两个绿的，就是你假设爬到这个平台上，这样让手扒着这个，然后利用这个两个半圆，这个手扣着这个，然后这个手这样。啊，这样扣住这个，然后重心移到右脚，把这个脚踩上来之后，那这个脚一定要内扣，然后勾着这个，再去勾那个，啊，勾那个蓝的，对，就相当于是这个的这块的动作，就是我们把那个难度拆下来了，哦，好，所以你在底下练，稍微练一下，这样要不然你到上面，对，那就是。我就为这个摔下来很多次，他们对个子高的人不是问题。你要问，我先给你把动作说一下，其他的对你来说都难度都很低。你先试一下，就是这四个绿点，加这个蓝色黑色的块，从这边上，你在下面是这个手先搭上，然后这个脚踩上，是这个动作上去。对，抓绿的，对，然后脚上的这个点，我明白了。对，非常对，很好，没有了，我就在底下练了很多次。好。爬那个最高的吧，你要不绿点先试一试，你先爬，我先爬，给你争殿后，我还是我先爬来给你做示范，都行，我差不多恢复了吧，您感觉怎么样？我不知道，还是哎呦，哎呀。就是一定要平时要多做一些拉伸，嗯，哎呀，还是有点紧，哪天给周董放松，我就爬电龙，王老师，要不你先爬一下，好，我先多一次机会，你先预爬一下，好，我先预爬一下，对，这次我还让王石先爬，他一把登顶。那两条线得移开吧，这两条线得移开，移到哪去？我们弄个绳子吧，弄个绳子，两个都挂上。好，不是，这也挂一条绳子吗？外边有没有那个能量棒啊？给我一个能量棒，来，给你加油啊！我们各位观众给王总加油。对，没事，现在几万人在上面同时看着你呢。哎呦，就是十分钟就几十万人了，都在说王石老总不容易。哎呦，为了咱那粉，完了说周鸿祎居然能指导王石攀岩啊！来，这边给我要吃饼干啊，他这个我要能量棒，他给这个也行，有巧克力吗？巧克力也行，能量棒也行，其实五仁月饼就像那种中国的能量棒，是有月饼也行，对，你看看你的团队有没有月饼吧，你没问题，你练练你绝对会爬的，对，不好，腿都要练个不知多长时间了，来巧克力练，每练十次可能有一点进步，会不会的，你稍微一练就会有进步，对，他这个你看我这段时间
体育锻炼都没有，所以反而还不如上一次了。你要吃点吗？我不吃。你把它带到带别的身上，在休息的时候可以吃一下。周总，这条是不是您的熟悉度都可以知道这条线了？我来指，对，好，我终于有机会可以知道王石干这个干那个了。对，双手起步，对，右手，对，左脚大腿，对，其实不用知道，王石攀的比我要好。我还是爬这边容易的。这边都是高难度的，这个是吧？对，上右脚，不比这个，好像密度还挺高的。左手对，就是会有些直接抓这个对，对，点都比较大。左脚，他抓手不如这边的。右手接这个，身体荡过来，对。点都挺大，会要求做一些动作。啊，王石还是可以的，很厉害。好，换一脚，转个侧身，是。上左脚。嘿，大家都在说于老师躺平了，确实躺平了。这哪是我？上左脚。然后右脚踩这个点，右脚踩，最难的过去了，最难的没有最难还没到，然后就踩这个点，把自己身体往左边推，去够这个，左手够这个，对，然后右脚回来，往上踩高一点，然后再抓这个，左手抓这个，对，往高的上右脚。好，上了平台了。刚才我们平台在底下刚练过，对吧？太棒了。没问题，一把 flash。一把沉了。这跟刚才在底下练的动作是一样的。对，右手。哎呦。差一点点。和你一样。不是，你要把底下这个练一练。不是，已经没劲儿。已经没劲儿啊。好棒。不错，不错。你这个我得练十年，差不多。你最难的地方，像你，就是你掉来这个地方，所以我在底下苦练了很多次。到那儿没劲儿，还是没劲儿了，但是没劲儿。哎呀，好棒好棒，已经好厉害了。我来试试，看我还有没有劲儿。我们试完了，你就可以喝保健水了。好，周总，粉袋还带吗？啊，粉袋。我弄点粉不带了，我在空中也没机会弄粉。好好爬，同期在线五万人。爬之前大家给我一个关注啊，关注给我，让我多吸点粉，粉多了我的手才不滑。好，挺好玩的。40万多人在上面，不错不错。明显看到了他日夜在做操练的这个成果。动作都很顺。对。明显练了很多次。好。
太棒了，太牛了，成功了啊，成功了。这个我练了不下五十趟，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流畅。我爬一次容易的，完了就散了吧。你那个王石，你还要爬吗？这个我再来一趟，再来一趟。王石肯定是不服输的。哎，没有没有，我只能爬三岁小孩爬的，这个、挺好挺好。王总，您又再休息一会儿，当然来爬一下这边的绿的吧，还是绿的了，可以。绿的，我记得我爬上去过。那我们也该吃饭了，对，饿了。哎呀，算了。这个呢，就是我就是你爬前面在哪块费力量最大呢？就是那点别用手，还是用两个脚来，用两个脚支撑。哎呀，我这个鞋真挤脚。敏红今天两条都很顺利啊！啊，敏红今天两条都很顺利。对，教练肯定是定线员低估了敏红的这个能力了。李老师的攀爬感觉是特别好，还有攀爬感眼感很好，整个的身体感觉啊，这种。哎呀，今天我们于老师于校长被我们俩弄来，就被封锁了，挂在岩壁上。这是右脚打开。据说原来于老师刚创办新东方的时候，在电线杆上到处糊小广告，那时候他也不会攀爬，否则城管来了，于老师蹭蹭就攀爬到电线杆子上去。不错不错，你已经够到这个大点了。左手下面有一个点，对。上右脚，你的两腿下面有个右脚的点，很好踩。是，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上右脚，你看见在你两腿之间有一个很好的点可以踩。对，再上右脚，把自己踩起来，把自己蹬起来。哎，对。上左脚，左面有一个，左面有个小点。哎，对，右脚用力，自己就上去了。右脚用力，把自己蹬起来，好，好极了。算到顶了吗？算到顶了，可以下来了。好了，下课了。我还是以后做点这些容易的吧。哎，你只要多来两次，你，哎呀，对吧？那个你问王石，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这些线路肯定都爬不上去，对不对？是，对我都觉得不可能。实际上你慢慢的就觉得可能了。刚才你看有些线路，你王石都做成了，甚至说我都放弃的线路，就关键在于是不是要多练习。有一本书不叫什么叫？没力气，刻意学习嘛。要喝过期饮料了，再不喝已经没力气了。啊，一会儿我专门给你准备了有。那王师最后再爬一次。好，就是我就跟你说两点，就是说，哎，那个激光笔，就是这几个地方爬的时候，你两个脚啊，稍微用那个侧身的爬法，左右撑也可以省点力气，就这块要爬得轻松。然后到这两个地方呢，就是手抓到这个之后呢，那个。用侧身的方法，抓到这种人，你侧身站在上面，就抓到他了。抓到他之后呢，手攀到上面去之后，右脚在这把自己蹬离，左手就离够这两个，够到这两个之后，这个上去就比较容易。上去之后，你最好在底下再练一下这一块。我建议用这个再练一下。不行，我说没劲儿了，没劲儿了。我现在你刚才说教的下巴都对，怎么省劲儿？
过程当中他们侧身呢，不要在上面劲儿费在上面，对，该用就是这一块要感觉双手没力，这块要快速通过，是这个原来很耗力气，你在那多吊一会儿，实际上就是这两个用连续两个侧身就可以。而且得如果省力气到那边还有点力气，那个平台上是有两个点，这是有两个点，对对，可以歇，你两个手够着伸直了，脚站着下面是可以休息的，然后从这儿可以直接就抓到这个位置，就省了一步动作，从这儿上脚直接到这儿，对对，我因为有上面不清楚这样能不能抓到，有两个非常好扣的点，来加油加油，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成与不成，对，我们都，你来指点，你来指点，我，没事，您来吧，不是，他其实不用指点，我要要要，我们在底下乱叫的，反而把他搞得，刚才我本来爬了号了，我听见下面孕妇乱叫，我就心慌了，对吧？这个不能老让在底下乱叫，成与不成就是他了啊。哎，王石没爬过这条蓝线吗？一会儿可以让王石爬爬这条蓝线，作为热身的结束。这蓝线也挺难的，是吧？对，算高级的是吧？对，是。肩放松。有一定难度。王总，肩放松。线路需要一些特定的动作。争取往。别用手吧，自己往上拉，还是用脚踩。肩放松。我练到这个绿线能爬的话，先上脚，两年上右脚。如果每个礼拜一次的话，用不了。膝盖可以内折一点，在每个地方的膝盖刻意的内折一点。练到现在也就是四个月。周总啊，对，他天天练啊，不一样啊，一周也就是一周两回。我觉得他可能不止，半夜十二点偷偷来练过。不是，我曾经偷偷来练过，后来练的强度大了，胳膊就废掉了。哎，对对，把身体重心荡到左边来，这个不用抓，直接抓上面那个，对，直接踩这个，踩最高点，踩高点，对，好，然后换脚，不行了，没力气了，没力气了，肯定没力气了，这个还是需要体力的，没力气了。我你关键爬的次数多，他就不慌。今天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可能需要一些饮料来补充一下。那今天你还是赢家，你这道线路攻克了。没有没有没有，谁赢家不说？两人赢家，这才是考验技术的。不过我变多少变，现在还能爬得动吗？我建议你这个蓝道试一下，这个蓝道蛮有意思的。我。建议你活动了，今天就算了吧，下次再练。今天算，今天算，下一次啊。对，还有下一次。五点半了，我们爬了一个多小时呢。爬了一个半小时了，你们爬了一个半小时了，我坐在这儿看主要是。哎呀，我的脚都挤。你，老于真的可以，你让王石评价，他很有眼感。不用我评价，教练评价。对，哎呀，我不着急，等到我80岁再慢慢练。哎呀，自信心呢？这叫但是这叫自信心爆棚。我还有个大毛病，我腰椎间盘突出。哎，练老是练攀岩，对腰椎间盘不是腰间盘突出呢？最好的呢就是划船器。划什么？划船器。真的？我是给你证明一系列的，就腰间盘突出划船器划好的。能划好吗？我的助手冯楠。这第一个啊，真的。如果是我的助手呢？你说，不是这个就是，深圳江洋乐团团长聂斌，都是腰间盘突出，半夜睡觉，都得坐起来的。上次来我都没受伤，你看这次居然带了两个轻伤。啊、不是，这个是差点攀岩的，就是全身都是伤。你拿两个碘酒，攀岩全是伤，我给你擦一下。这估计就是这样吧，腰间盘突出最好的。下次跟你去划船去吧。哎，就是划赛艇。这个。可以这样，下次跟你去划赛艇直播。就好，那太好了。需要两个，来，太好了，我给你擦一下。不用不用，行，那怎么那个红叶、啊，我给你擦。你是不是也得应战一下？自己了。下次一会儿划赛艇去，直播。哎呀，我划船可能不行吧，我没划过。嗯、没划，是不是？我小时候摇过橹。这个，敏红也没划过。
我小时候摇过鼓，这不才有意思吗？可以、啊、大佬什么都看着什么都弄得很好，那人家就没有信心了。关键是俩人滑还是十几个人一块滑、一个人两个人的四个人的八个人的、哦、都有，但十几个人的那就是那是划龙舟了。我说这滑对，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夸张。你住酒店还拖个滑砧器拖到酒店里去？哎，是是是，每天在酒店里勤奋的划船。刚才那个酒店划船机那么大，你怎么弄回进去啊？它有个便携的。哎，不是便携的，啊，便携的那种啊。不不，划船机很正的，规范的标准化的，它是很容易的。就是说腰间盘突出，就可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吧，我们去吃饭去。走，喝过期饮料。要不要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做一些简单的拉伸，简单的再一个拉伸。敏宏一夹，你就明白这道理在什么地方呢？换句话来讲，就是把你腰这旁边的小肌肉群呢，是吧？肌肉呢，它就把你腰的给撑起来。它的基本动作就这样是吗？不是，它那个，它是，就是这个用腰三点拉是吧？因为它是个滑坐，好，滑坐腿伸出来蹬，这样全身力量呢就是来。手伸开，然后压一下。对，你看我们本来攀岩的这个，这个是王石的传授如何让腰更好。是，他怎么来讲就是说，不是治你腰间盘突出，就是把那肌肉群给你撑住了。它有一个代偿，有个代偿作用，你肌肉发达了。为了腰更好，对，腰更好也不是主要目的，是为了腰子更好。腰子更好也不是最终目的，是为了身体更好。生活质量更好。身体更好也不是目的，是为了。生活更好，生活更好也不是。你再说又敏感词了。这是著名作家刘震云的著名的语言套路。把这个顶在这个胸窝这儿，然后你看受伤了算什么？敏宏啊，咱攀岩了就是受伤。对啊，你看，到处是伤疤，我天，全是伤疤。这是你攀岩拍出来的吗？攀岩，哦，真的。那你看来你还比较嫩，你现在我伤很多，我只是这个，我为了遮掩穿那个长裤，我真是伤很多啊。对，他那子部算了，我从今天开始放弃攀岩。我的手上全是伤，只是现在磨皮厚了成茧了。我宁可被人打成这样，我也坚决不自己攀岩攀成这样。来点这个，就是说，换句来讲，我们是自虐，你是受虐，是吧？我明白了，是吧？今晚我是狩猎，是吧？今晚我宁可被人打成这个样。对，俞敏洪不小心暴露他的狩猎倾向。哎，狩猎，他宁可被人打成这样，他都不愿意主动摔成这样。其实攀岩的时候，你是有点小伤，你往外旋，是，往外是吧？对，然后过来，往这边，于老师往这边。对啊，哎呀，划船，我腰也不太好。然后外旋，这样往那边，对对对。哇，这怎么比攀岩还难受啊？自己给自己较劲儿。哎，看来下次我们请不动俞敏洪来攀岩了。这是俞敏洪最后一次攀岩。不是，叫一个人那个鞭子抽一抽一顿他就来了，是吧？我觉得还是缺乏一种动力。有动力，对啊，锻炼身体啊。不像王石有爱情的力量。关键是我的找比我攀得差的人来直播，这样的话才能显出我牛逼。你再练一练，对吧？在你们俩面前，我最后被网友粉丝给抛弃。我要感谢王石这个，因为我这个攀岩馆建了很久，但一直没用起来。主要我自己一个人在那瞎爬吧，没有人教我，所以王石就找了一些教练老师来教我。这一教我就发现就找到乐趣了。嗯，刚才王石是你的老师？那不是，也算也算。中国登山协会那攀岩部的嘛，王石现在算是我的师兄，对，是大师兄。啊，对，这咱们这大师兄那是当老师的，你来了就可以成为二师兄了。对，二师兄师傅被抓妖怪抓走了。对，这样去做拧转，然后拉伸这一条。这个转，这个往下转。我觉得老于有二师兄的气质，就是比较。泰然处之，对，我就吃吃喝喝，对我来说最不花力气的都是我想干的。实在不行就回高老庄。对，像你们这样自我折磨的，我一般都在边上看热闹。你是让别人折磨你？刚才你也讲了是吧？我宁可。不，今天你不错，这个那个相当不错。今天这个绿道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对对，你看还是靠你自己的这个感觉和臂力。对，完全臂力给拉上去。对。如果你稍微学学技巧，其实这个不太需要太用力，它通过重心的调整，实际上就是说，你比如你有两个腿这么挂在墙上很费力，对吧？你这等于让猪上树嘛，你这差不多嘛就。哎，说的很有道理啊！今天他就很像让猪上树这种感觉。你是属猪的吗？我属老虎的。
可惜没有老虎。这才叫扮猪吃老虎。是是，好吧。好，基本的拉伸就差不多了。谢谢教练，谢谢教练，谢谢谢谢谢谢，客气客气。继续给教练征婚啊！啊，到现在还没婚啊？对，上次就征了。对，说明抖音可能我们都是男观众，我们就没有女观众。男观众可能有很多来信，但是都被我们拒绝了。我们后台留意一下。哎呀，我觉得我们做的我们的粉丝啊，直男多一点，对吧？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直男型的节目。我到现在手还发抖呢。你们俩居然爬了这么久，手没事儿？我觉得刚开始都这样。刚开始都是这样。你这样，你将来下次你搞一个直播，教我跟王石学外语，然后你就可以拿个鞭子说笨蛋，连这个词都记不住吗？这个单词怎么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吗？这个挺好，你可以过一把。外语王石都教我了，人家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哎，是这两回事儿，我跟你讲。没有两回事儿，对他考托福。我们俩共同教你是可以的。啊，那可以吧？没问题。肯定比 Are you OK 要更难一点。对。王石会日语吧？我不会日语。走了，喝过期饮料去吧。走。我们吃饭在什么地方？啊，对，今天安排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啊，咱们是不是他们俩先上去？就在上楼。不，你上楼的话，你们先上。直播你怎么弄啊？他有一个音效不适合现场。好，明白。我在后边等着。对，我们俩让转场。对，好嘞。我的鞋呢？啊，你，啊，王石在这先留一会儿。对，我先留一会儿。我的鞋过一下，对吧？对，又换了，就是原来那个不用了吗？挺好。哦，对，你能换鞋吗？你也换好了。我这就行。行，那咱，他们走了，咱们在这儿。你看是。咱可以坐。可以，咱们再是不是咱们见个机会再体会体会啊？再爬一爬。不是，还是体会就是那个路线，怎么他就站不起来？啊，就是您说那个周总那个动作。是。还是一个太依赖这个手的力量。刚才看，没有，他就站不起来。没有，刚才左手拉得越死，这个重心越过不来。我们需要把重心过到右边去，对吧？我是可以过起来，但就站不起来。啊，所以要不你看最后为什么还是过右脚？就是过了那个脚上来讲的话，你看他就用力的力度就不一样了。因为您的这双鞋呀、是相对来说比较软的，所以踩那个小点的时候呢，会比较吃力，然后会用不起这个，就是发力没有那么完全，所以我看了您那个情况，所以让您把那个脚挪到了右边，然后就比较好去通过这一步。是。然后周总爬的时候，您就看就是他撑的首先是比较直。他再直，他那个力臂他力臂不够，而且他的左手一直在控制，左手控制的话，这个过重心，然后本身要过来要把左脚离开，但是他左手用劲儿过大了，又把身体等于拉回来了，所以那一步一直就是没有过去，然后其他的今天爬的都挺好的，然后整个的这个运动量也挺大的，是今天运动量挺大。我等这条路才发现，运动量挺大，倒是这么一点。最后明显感觉就是没劲儿了。这样的。嗯。王总刚才有个评论说，您是这个大师兄，让您给您下两个师弟的，今天的表现怎么样？他是这样啊，简单来说，大家知道怎么回事。这个严管呢是今年我才发现的，但是这个周总呢，他这个严管建了好多年了。但是他建严管之前他是自然爬，就到郊外去啊，那个自然爬。他建了严管呢，很快就移行了，他也不爬了，他不爬呢，严管也没有人爬，他自己爬也没劲，所以这管就是放了几年，是今年年初我才发现这个严管的，我就来了，就是整个这一块呢，但是爬的他就是各有各的技巧，俞敏洪是。第二次攀岩，但是你看他小是有童子功的，爬树，小时候爬树爬墙，他有童子功的，就是教练评价他呢，他一个他的身材比较好，第二他爬那个动作，他那个攀爬那个动作感呢非常好，所以今天就这个角色就给他设计路线，反正不管怎么说，一个比较容易的他一次就过了嘛，再一个这个他能不能过，至少来讲是就准备这是他今天的毕业，没想两次上去。就是俞敏洪呢非常非常有潜力，那再来讲和这个周鸿祎呢和我呢是各有千秋，要说到我不好意思，谢谢
天赋岩。不是天赋岩，不是和这个没关系。我攀岩时间要比中峰岩时间长得多。就是人工攀，自然攀。我自然攀呢是，1998年开始的，24年了，就是现在爬这个水平啊，我都不好意思。这是第一点啊，所以人说哟你不简单，你是70多岁老头怎么能讲？我没童子功，但我爬的时间很长。但是更多的他是，我是原来是训练呢，就是登雪山的一个训练，训练主要是攀冰，攀冰是借助器械的。和这个攀岩呢，它方法不太一样，但是基本功呢是一样的。就是我这攀岩时间很长呢，但水平不是很高。真正我进入攀岩呢，移情之后，就是我现在这个水平呢，就按这个年龄呢，就是要按说移情之后你才开始爬，那我现在表现得非常好的。但是一说这个历史呢，就是评价来讲，所以相对而言评价来讲呢，那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呢，有一种改革开放，我是。年纪比较大的，再一个像敏洪他们都第二批的，在中峰一呢属于第三批的，第一批也好，第二批也好，第三批也好，有年龄差距。但是如果企业家现在比中峰一还要年轻的这些，这要有一种精神，就是不服输，就是想着怎么来讲不怕失败。你会发现来讲，是所谓的直播，就大家来看你，更多看你要显得你的能力啊，就显得你本事。你会发现。他不哪是练了半个小时了呢，他之前一直在练，一直练。他这个刚才嘛就是俞敏洪这是第二次啊，那你像我这样的移情之后，那我一个礼拜是至少两次，一个礼拜是至少两次。哪是这个开直播之前练了，开直播前那个不叫练，那叫热身。什么叫热身呢？就是这个攀岩呢，年轻人无所谓，到时噼里啪啦爬，噼里啪啦就走了，这对身体伤害特别大的。但吃青春饭他们无所谓，那就现在就要说的是，实际大家以为说啊，你是不是在偷练的？不是的，因为什么呢？如果一来就得热身呢，他热身得热半个小时的，你想想，这半小时热身，你说你得看看他们热身的有什么好看的？对，热身很重要。这个热身的，在之后呢，就是他攀完岩之后，他要放松。你往这边移。等一下，我要把这个。这个是热身放松呢，这个就是。给我来瓶矿泉水吧。基本都把它省略了，是真的方便。马嫂，你把那个汤给厨房，让汤加点加热也，我们晚上三个人喝。真正出了问题呢，就是这个没有注意这个。那你来再讲两句，为什么重要？来教练。一个是热身，还有一个就是训练完的拉伸，对这个运动来说都比较重要，都是预防受伤啊，以及这个为了更好的能够提升训练成果，一个必不可少的两个步骤吧。就以后就说命名个词叫过期。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最后的拉伸只是简单的做一些拉伸，然后在平时这王总和周总啊都会训练完都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拉伸，包括现在这个像今天开播之前我交了1000块钱押金，大概得有小一个小时的一个热身，包括身体的这种关节的活动啊，然后和这种岩壁上的横移这种热身都有。刚才这个王总说，就提到一个特别关键词叫不服输嘛。今天那个我们什么时候要抽奖吗？还抽奖吗？挑战我就想比较多的，还是抽奖应该让抖音要配合一点，这个加两种人加粉就行了。一个就是高的这种要有保护什么？相对来讲，这条路线是相对来讲这里的。把那个粉要洗掉，洗完了洗完。再一个这攀岩来讲呢。因为今天呢是参差不齐嘛，尤其像于老师他在第二次，我看王师他给他设计路线就比较简单，他完成的还是出乎意料的。那现在我们这些来讲应该他的属于严格来讲难度，那他跟他们说一下，对讲机讲一下，我们这边开始，你们这个接过去，因为更多你知道信号接过去，我们真正训练攀岩啊，你直播的无缝切换观众来没有兴趣了，更多还在讲，更多说对话。那当时因为现在本身就我来讲就有一个就推广这项攀岩运动，那就我来讲的推广来讲应该是呢和我的年纪有关系的，那我相信像看这个直播的来讲应该说呢都是在这个
主力是在35岁以下的，我不知道啊，我的直觉。但真的我很想呢，就是给这些你们观看的这些，你10000人也好，20000人也好，回去跟你们父母说，哎，你看人家，是吧？王先生72岁还是攀岩的，坚持锻炼。不是，我想跟你说的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啊？老人第一个就身体健康出问题是怕什么？怕摔。你看到没有？上面梆就是主动自己摔下来，主动自己摔下来。这个运动当中、训练当中，他本身要摔的时候啊，他不自觉的会有一些自己保护自己的动作。你老年那块就缓慢来讲，他一摔，他就不自觉的就出问题。那像我们摔来讲，第一，我不自觉训练出来，他保护自己，就是他摔的过程当中，哎，他是会损失最小的。第二个，他想就如何的摔跤保护自己，到不怕摔。你看吧，主动啪啦啪啦这样摔，就摔了我也没问题。这是现在老年啊，就是刚才让他们父母啊，告诉他们父母来讲，就是来攀岩。再说现在攀岩呢，因为我刚才讲过，二十多年前我在攀，可是和20年现在今非昔比。在20年前，在北京，你找不到一个商业的攀岩馆，啊，那全是专业的，啊，那在怀柔呢，啊，在全国你找不到一个专业攀岩馆。但是现在，尤其现在北京。现在再往下发展趋势，可以说你开车20分钟，你无论在哪个地区小区，20分钟就有一个岩馆。就现在岩馆的普及，现在尤其是在欧美是非常非常普及的。尤其是东京奥运会，它已经列入奥运项目，所以在中国青年青少年不用劝他们，不用引导他们，他很自然他就攀的。现在关键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咱们三万观众的回去跟你们父母说，只要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今年72岁，我就不好说75岁以下都来攀岩，至少来我说70岁以下的都没问题。所以大家看的这个攀岩呢，好像是很难，实际上呢，它是不同的，有难的，有容易的。我们老年人不是去爬那个，啊，那个难的，是容易的，是如何保护自己，让身体自己更好，让自己摔了会保护自己，在垫儿的垫不怕摔。这是我来为什么提纲。还提倡攀岩，就是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把那个现在楼上已经特殊饮料已经准备好了。好，然后现在咱们王总可以先上去，小伙伴们不要走开。好的。